现在呢，就是因为佩洛西要来这个紧张的气氛，解放军动作很多，包括了你看哦，这一张看起来像食堂照，对，关键就在后面这个，负责台海的东部战区，是新战舰就在后面这一张给你曝光了，这是有什么威吓的意义吗？这通常哈、哦，中国的潜舰不是在北海就在南海，对，因为它出去之后水深才够深，才能够逆中。在这一次把这个039D的潜舰放在东海，他没有公布它的排水量多大，也没有公布它的尺寸，但是我敢直接说，这艘潜舰绝对不大，不大，绝对不大。绝对不会像这个他们所制造的这些这个导弹驱逐潜舰或者是一些深海攻击性的潜舰那么大，因为在东海的这个基地里面的潜舰，如果你很大，你就没有逆中了嘛。是啊，因为台湾海峡才平均水深才多少，不到100公尺啊，你潜不下去啊。你这个潜舰就算再棒棒再了不起，那台湾海峡的水就这么浅嘛，你潜不下去啊。你潜不下去嘛，所以说对，这就好像一个很棒的潜水艇在游泳池里面，你潜不下去啊。台湾海峡就这么浅，你就潜不下去，所以我敢断定这艘039D的潜舰吨数绝对不大，它绝对是小型的潜舰。它功用可能是什么？它功用就是第一个，因为前一段时间全世界都在笑他们，说你们的东海舰队啊都是破铜烂铁，都是一些中国接收当年老苏联的一些旧船破船，所以东海舰队很受伤嘛，所以就赶快告诉你，没有哦，谁说我都是破砖，039D 最新型的潜舰就在我们东海舰队，对，但绝对不大，绝对不大。但现在除了海还有空，距离台北最近的共军基地在福建龙田机场，现在把以前旧的已经淘汰的歼六改装成无人机，说是要入侵台湾，这个有可能吗？还是也是虚晃一招？我相信它可以把它改成无人机，它可以改，但是它的用处不是用来攻击，是用来当靶机。哦，靶机啊！对，我们所有的老飞机、旧飞机或者是旧船、老船，大家记不记得美国在2022这个环太平洋演习的时候，把一个旧的军舰，把它改成靶船，那个靶船就是改成无人舰艇，让它自己会跑，然后让所有全世界马来西亚啦，让这些印太战略所有的伙伴，2022的26国的伙伴来对它轰击，是改成靶船。那这个歼六，我相信它的按照现在中国的技术可以改成无人机，但是这种改装型的无人机它不能用来作战，因为用来作战的话，第一个，如果它这么棒，干嘛除役？是啊，如果歼六这么棒，它何必除役？就是它不棒了嘛，就是它不棒。它在性能、在征收力、在飞行的速度、仰角起飞、降落各种的优势不在，它才要除役。如果它继续这么棒棒，歼六就继续服勤就好了，继续服役啊。为什么要除役？就是它不棒，过时了，过时了，再把它改成无人机。那说句实话哈，那就是靶机了。那这个靶机呢，也不是给我们当靶机，是给他们自己当靶机，给他们歼二十或者是歼十一 D。他们在训练的时候或者他们的飞弹测试的时候拿来当靶机用，对，那如果你用来飞过台海，我告诉你根本飞不过来。但现在还有一个关键，如果以空军来讲，刚刚郑浩讲的是如果飞到了中线可能会有所谓的禁航区，他就给你画下去，那现在这些铺陈都要用来淡化中线默契。以前讲的中线默契是我们跟美国跟中国大陆有一个海峡中线，你飞过去，对，无形的中线。现在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想要把这个中线给模糊掉，不算数，装死。其实哈，这个中线说句实话很抽象，因为我在马祖服务过，我在马祖服务过，我们从基隆上船要到马祖去，那大家认为会不会经过海峡中线？当然会、当然会，就过了嘛，就过了嘛，不让我们过。我做的是什么？我不是坐商船啊，我坐的是军舰哦。军舰越过海峡中线，我还问那时候还问海军说：“我们现在越过海峡中线会怎样？”那军那个军舰长就很骄傲的跟我讲：“马祖是我们的，这哪叫中线？这个海都是我们的。”我告诉你，我对那个时候中华民国的海军一个字赞，了不起，就是对啊，马祖是我们的。我从基隆开到马祖，什么叫海峡中线？真正的内海。对，所以第一个超越海峡中线是我们啦。国军早就还超越海峡中线，每天都在超越，而是共军一直不敢，他一直不敢超越这个无形的海峡中线，为什么？他害怕的，我不要说，我不要吹牛说怕国军，怕美国啦，就是怕美国。美国的第七舰队当时真的，他的整个飞弹寻觅警戒的区域，他是抓得住，所以中国不敢。那现在中国过来了，他真的过来了，他也有这个能力过来，但是他不是军舰过来，他是用海巡舰，海巡舰，他所打的谎就是说没有哦，我不是去侵略台湾哦，我是去
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啊，执行公务啦。哦，对对对，我执行公务啦。我们互不侵犯，互不越界，那是过去式啦。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哈，我们一起来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台湾海峡的安全，让大家能够更安全。见鬼了！你这个船过来，我告诉你，全世界紧张啊，因为台湾海峡是公海，大家可以走。嗯，那日本的船舰过来，你要不要敢？你要不要敢？然后呢，其他的国家，法国、英国、加拿大的船舰经过，你要不要敢？你不敢，你出来干什么？你出来干什么？你还真的是维护和平吗？他就是要来把这个台湾海峡变成内海，用一种灰色的战略。为什么涂成白色？白色就非军舰，哦，叫做海巡舰。军舰是灰的，然后海巡是白的，这是国际的规定。所以你看，我们海巡署的船都是白的，对，我们的军舰都是灰色的，全世界的规定都是这样。所以他把它涂成白色，哎，他不是写中国海军，写中国海事，差一个字，就是我这是维护和平的警察船，而不是军舰。哦。